要插在里面了。因为小朋友把它插在里面，我们一关就锁起来了。哦。啊，小朋友呢？在后面。在这里。我在安全座椅上。那你希望我们怎么做？我们破门吗？还是？他没办法。没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要我们破门的话，我就帮你破。破窗是不是？对，破窗。这没办法啊。还是你有要请修车的锁匠来？对啊，我觉得他撑不了太久啊。对，好。对啊，好，那我帮你破。啊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哈、哦。对吧？这个在哪里？在这边，摸得到吗？有一个。在哪里？看一下。这里啊、哦。